继今年年初的哆啦 A 梦 Baby 系列后，香港周大福再推出哆啦 A 梦经典系列饰品，包括999足金以及 18K 的十款饰品，以哆啦 A 梦、哆啦美、铃铛以及百宝袋造型设计的哆啦 A 梦经典系列的串饰和耳环，总共有十款饰品，实在令人爱不释手。呼应哆啦 A 梦牧场物语、自然王国与和乐家人正式推出，日本雅虎的换装 APP 上推出了全新的哆啦 A 梦手机主题，以牧场风格的哆啦 A 梦插画带领你进入悠闲的田园时光。2022世界足球赛现正在卡达举行，全球陷入一阵疯足球的热潮。在日本朝日新闻的提问哆啦 A 梦小单元中，也特别推出世界专题，有各种哆啦 A 梦足球主题插图哟。日本首饰品牌Gem Homemade 推出多项哆啦 A 梦主题饰品，这些哆啦 A 梦饰品皆手工打造且重视细节，用银925进行制作，让哆啦 A 梦与各种秘密道具活灵活现的立体化起来。还有为了像大雄与静香一般幸福的情侣们而打造的约定的戒指哟，日本将于11月下旬推出哆啦 A 梦喜怒哀乐二秒转蛋，这系列公仔有哆啦 A 梦张开脸盆般的大嘴，露出笑容的喜，哆啦 A 梦紧闭双眼大摇双手，愤愤不已的怒等等表情，公仔实际大小则是适合放在手心的尺寸，颇为别致。